问题这边有个小小的问题哦，它是三 combo， 但是我是开木屋哦，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一干给一康给一康给一康丢开丢开，一二一二，啊个干几康干几康。那有人写出来，贾斯汀算出来，个十百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两亿三千多万，哎，两亿三千两百七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八，哎，五千四百八十八。太可怕了，可怕的不是他的伤害，可怕的是观众居然都知道伤害是多少。这个关卡要小心的注意的，应该就是不要打得太轻松，欸，就是一直打过去就对了，欸，完全不用留手，你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掉它，哦，两亿三千两百七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八，不是八十七。这关卡就是一直弄过去就对了。这么算真的爱的爆发看算不算这么精准，爱的爆发其实对我来讲太欸，应该说是不是那么难的事啊，但是问题是你八峰在算的时候，我要再多算那个 0.8， 你知道吗，80%， 而且天降也要算进去，所以通常我不会算百分之百那么准，是因为太花时间了，哦，因为我算的准确度应该大家有来常看台应该都知道啦，所以我比较少特别怎么讲还去算一个应该大家都算出来的答案，比较少啦，就是知道碾得过就好了。对，你看整版顺下去，然后又要没有天降哦，啊，如果天降我数字全部都要重新再来一次，所以我大部分算的是灌不灌得过去啊。小轮回打过了吗？打过了，等八峰再出。对，八峰真的出来一定要打一张。可以建议你把伤害最高用比较明显的颜色或者是大旗比较好辨识。MH 把伤害最高又比较明显的颜色，应该是也是可以的哦。不过他们要改很多东西啊！靠北路径隐藏持续，这是持续耶，那不是一般的呢。嗯，改三维尔，记下珠子哦，记下珠子。新珠要记得，其他珠都没关系。啊你啊喂，Oh my god， 我不能再转了，不然我忘记珠子。糟糕，一回合，靠背啊，忘记了，啊哦，球大。老师哎，机甲不该出力加外吸力加，
该是可以哦。应该是可以的哈，接了一个火珠哈，这个火珠是比较歪一点哎。总伤害表，哦，我懂意思，是每次都可以看到伤害的。这个的话嘛，哦，这一关哦，我个人建议是还是一样再开一波，我个人建议，因为这种比较。阻碍性的珠子的，先把它直接一波把它处理掉。后面那个随机指令康波盾移哦，那移下去它就出来，那没关系，但很好处理。靠背啊！我真的做错一件事了，干转的乌漆抹黑的，自己看不清楚是什么鬼。干我在干什么啊？把珠子转那么黑，靠背啊！本来很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本来很好看的，被我弄一弄，干到黑漆麻乌的，就看不懂什么东西耶。切开了哈，过来。黑白超玩，很好笑，超黑白强化，超级黑的，完全看不到画面。哎，三颗暗珠。最后艺术啊，手消随机指定康摩盾。说真的，手消随机指定康摩，这不是轻松打的意思吗？三康摩，一样直直的哦。问题这边有个小小的问题哦，它是三康摩，但是我是开木屋哦，一康摩，两康摩，三康摩，一。一干，给一康，给一康，给一康，丢开，丢开，一二一二，啊个干一康，干一康，一二三，哦，错者，木屋啊，自己要叠啊，林老师哎，阿伯戏，戏哦，你讲，你干这个好笑啊，给我一波七好吗？好吗？给我一波七好吗？好吗 ？A 的一波把他带走，刚刚很危险，那反应很快，你要想办法马上叠珠哎。啊，一波七，好吧，我直接把它弄掉。四康宝，一康宝，两康宝，三康宝，四康宝，应该是没问题哈。四康宝来一个叠珠哈，哎，这就是叠珠的好处，会叠珠就是这个好处。一二三四，哎。一两三四，叠珠，叮叮，龙科脉动，好个亏嘞！哦，一波七掉掉，今麦在撸啊，今麦在撸啊！哦，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哈，睡个好懒觉啊，睡懒觉，对，睡懒觉。哎，不要解释太多，解释太多越解释越模糊不清哈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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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。6836万哦，这我看到了，漂亮啊！谢谢各位的一波七啊，嗯，漂亮，漂亮，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哎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